叫做乌龟啊洞。虽然台湾人常在讲，会讲来到小琉球佚佗，哪一张门票玩两个洞？一个是美人洞，一个是乌龟洞哦。虽然台中的乡亲，经常去到乌龟啊洞佚佗的时阵，唔少撞到乌龟的老母无。乌龟啊老母规面规身伫手蛋内底遐。真恐怖吼！真正我无骗人哦，乌龟的妈妈真的还住在里面哦。乌龟的妈妈叫做乌妈妈，内底乌妈妈吼，所以那是这边，我尽量拍拍较细腻的，不要讨客凶。现在都好多讨客凶的，因为内底乌妈妈你拍拍那无小心，去弄着石头，啊就受伤，啊就流血。啊，那做逃课上哦吼，千万要较注意啦吼。咱看这块石头有无？哦，俺大包压六块水泥往土加水。哦，这块石头是阮小琉球哦最有价值的花田园，也是我们小琉球的门面地标。灰干桃、灰干椒是这块。哦，虽然管虽然台中的乡亲，哦，今天风平浪静。哦，这时候就坐这个玻璃船出来看海底景色。哦，你啊看看迄大自然的力量，看偌大。伊迄三如照监管都无挂地图，伊无挂地图，佮我都长出一片的树叶船。哦，这大自然的力量足大哟吼！哎，你啊看吼，咱今仔日看海面，哦，无形无风无影吼，哎，无风无浪出来玩，虽然老老的散散心，哦，蛮舒服的吼。哎，虽然管山大将乡亲的阿公阿妈，我若不如你的代志，我那个放我这江油大海去咯，心情甲实用放我平常哦吼。哎，咱今仔大大要正面来啊，我若看你那爱摄影机的手机也嘛会使，我若提出甲翕无开，我若再去台了厝后电脑，哦，你甲摄影机咪永远都有我当做纪念吼，永远有我当做纪念。哦，你若注意。你若位海面上的翕的这个花田园较水，哦，但是你若位山顶的较无遐水哦，吼，哎，来咱即个平南江，哦，平南江吼，开始互恁翕来，但是咱停的小可摇，袂紧吼，坐船本来小可摇咧摇咧，造成坐船啦，坐船咱若无小可摇咧摇咧，咱若无啥成咧坐船咯，吼，哎，袂紧咱摇真舒服吼，真舒服哦，吼。但系袂要紧吼，咱若唔知头前头的去头前遐翕，咱袂要紧吼，头前遐翕。